丁老乡的二号村德庆巷的产业道路是附近住家甲民生市主要的连贯道路，这车辆出入是真频繁。那是路面需要改善，桥梁也已经真牢固。在咧乡亲的欢迎之下，南投县长林明进就前往勘察。经过现场初步的讨论了后，因为需要经费1000万以上，所以将会搁再请管区干部处来研究改善的方案。这种重要二号村德庆巷的产业道路来进行着实际勘察，在乡亲的欢迎之下，南投县长林明进等人来了解道路的状况，还有老旧桥梁改善的问题。你昨天你也做起来，你还安遐吼？给它冲水，它叫粉头冲水，这个便桥啊，已经连很久了哈，所以啊，这个路面呢太小，因为这个这边呢、这个产量啊，农作物很多啊，需要来加宽再维护哈。围桥都掉了哈，迄码头两方面拢去有水冲刷吼，甲拢真歹啊，都掉啊，变作讲。这码头拢一直下线落，人啊，伫这遮使用的人嘛，真正哩济。包括讲中央乡长丁英辉，一个官员廖怡恒，甲庙方人员谢丁丁，高度关心。因为这条产业道路是附近的客家甲信众主要出入的道路，车辆来往真频繁，加上桥墩伫溪水长期的冲刷之下受到损害，当地民众希望会使进行着改善。大家关心这条桥呢，对。四米咪，佮扩宽个甲八米，啊甲即个路呢要还封起来，啊甲布坎，啊甲一挂封路的代志。县政府会把这个计划带回去设计吼，啊研拟啊，啊来看怎么样来筹措这笔经费哦，啊来把这条道路做得更完美、更完整哦。本政府表示，为着民众交通的安全，路面确实有改善需要。那是桥梁老旧的部分，经过现场初步勘察讨论了后，那是将桥面加长，并且以拓宽路面的方式来改善，因为溪谷深达15米，需要真细经费，将请管护干部处这个设计处理。记者林明新采访报道。